后面没有哈、哦。嗯。啊、哦，好好，慈悲，安尼我听好了，翠姐，那个情况啊，这种对保护好啦。嗯。这志工队吼，有通嘛讲一下吼，是为咱的青少，教育要先介绍青少年班啦，因为青少年班开始有这个少年人进来吼，啊，然后对咱的班会啊、班组来做一寡大家吼互动，啊，做一个志愿的摊位啊，袂少着，比如讲，看着，比如讲，有带出去行行、佚佗佗的，啊，有时啊，咱一寡班会吼，也会当出来做带动安尼，啊，这是指导咱。大部分都是带着去联谊的部分，由志工队甲咱带活动的部分，所以咱进化志工队里面。谢谢老师哈，儿童补习班哈。